欢迎继续收看上关心地方的南投新闻。来到文心的五月份，为着向辛苦的母亲致意，南投县农产营销公司所推出的保养产品，目前正伫咧进行优惠拍折活动，伊嘛欢迎大家踊跃来参加，作为送给妈妈的母亲节礼物。母亲节是一天很特别、很有意义的日子。在这天，大家都会感谢自己的妈妈，送给妈妈最大声的礼物。在南投县农产营销公司，就特别推出各种的优惠活动，尤其是使用猪仔身躯上的胶原蛋白，以及大家所研发制作的各种生物科技产品，是最天然健康的保养品。在母亲节的前夕，南投县农产营销公司推出了美容用品系列，全面八折。有胆汁洗发精，还有面膜，还有好胆、厚大麦皂，这些产品都是要让我们的妈妈漂亮一下。健康的妈妈，快乐的妈妈，就有幸福的家庭。用最自然的方式来表现我们对妈妈的爱。我们公司即日起到五月底止，只要购买我们的胆汁洗发精系列，还有胶原蛋白的沐浴乳系列，我们满888就有赠送一片胶原蛋白的面膜。然后满1288赠送一罐胶原蛋白的洁颜露啊，让母亲节哈、让母亲在母亲节前夕这边可以让你的皮肤白皙，然后头发乌黑亮丽。咱的关东山文小公司，也就是进前的肉品市场，这几年来经过转型了后，是变成一个相当美丽的观光景点。不但恒区内的环境相当好，也是过来肉品市场转型的好模范。以前一般的对这个屠宰场的刻板印象是低沼，好像是觉得脏跟乱的这种刻板印象。但是经过我们全体员工在总经理卢成林的一名领导之下，全体员工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环境记忆。就是责任期，所以平常的话就是环境都整理得很好，这是变成一个公园化的一个肉品市场，是全国肉品市场界的一个楷模。还没收到母亲节礼物要送什么吗？大家可以考虑前往农产营销公司购买保养品，感谢妈妈无名无利的辛苦付出。记者刘双采访报道。